个大都市入面要保存啲旧事旧物，一啲都唔容易。不过今日大家有机会睇一睇全港第一间工业学院，位于湾仔嘅 Ivy 摩利神山，人情味特别浓厚。过去四十几年嚟培育过唔少嘅学生，好多都已经系独当一面嘅人物啦。阿 Emma， 你毕咗业咁耐啦，点解仲可以同啲老师嘅关系保持得咁好咧？一开始我都已经唔当系老师，系当系朋友啦，因为佢哋俾好多爱心去关心我哋嘅。当年成日都同我哋倾下前途嘅问题啊，咁亦都会分享下你亲身工作嘅经验。啲阿 Sir 教我哋点样去实际去处理工作上面嘅问题。毕咗业廿几年啦，我哋都经常会有联络，同埋翻嚟呢个我母校，大家去再分享下我哋嘅前途历程。咁多年嚟咧，老师同埋学生嘅关系一直都保持得好亲密噶嘛。系啊，到 high 啲嗰阵咧，阿 Dota Lam 咁佢推荐咗我攞奖学金，佢自己仲紧张过我，花咗半年嘅时间同我去练习呢个面试，我哋都卒之攞到。即使我而家升咗上城大之后，我都会成日翻嚟探下水。我哋唔系净系关心学生嗰个学术嘅成绩咯，仲有其他嘅课外活动，师生都会一齐参与，咁所以感情咪特别好咯。Ivy 摩利神山的办学经验与时并进，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在现今的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。